吴林，今天的感觉怎么样？还是打算沉默吗？但用这样的方法无法保护向你传讯息的魅影。不是的，不是的，没有谁向我传讯息。没有吗？那你为什么要下毒谋害李卫？因为他活该，因为我讨厌他。是吗？但你对他的讨厌难道不是受到了魅影的影响吗？不然这些你要如何解释？不是的，只是我自己。吴林，难道你对魅影的爱就只有保护与逃避吗？还有，你都没有发现吗？跟你通信的魅影根本就是两个人，他们一个为你编织着美好的梦境，一个却向你灌输着所谓现实。你说克里斯丁，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魅影？你分辨出来了吗？不可能，不可能，那就是魅影，他就是魅影，一直都是他。你确定吗？但明明从一个月前开始，魅影的语气和传信的频率就已经变了，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只是因为他遇到了什么事吗？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吴林，我们来一次简化的空影疗法吧。你有什么目的？只是想让你心中的魅影来告诉你真实的答案而已。现在你可以试着对魅影说一些你想说的话。我终于见到你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找你，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出现呢？你不是我的音乐天使吗？为什么没有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呢？但我还是好开心啊，我的魅影，因为我真的找到你了。每一天，每一天，只要看着你发来的这些文字，我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你知道吗？你传来的每一封信件，我都好好的记住了。第一封，你说，我在这，为我歌唱吧。第四封，你说 ，Angel。我无时无刻不在爱着你，到我身边来吧。还有第十封，你说我本该属于黑暗，但你却是我唯一想要追逐的光。魅影，你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啊。
还有你传来的那些风景，我最喜欢看了。四月的樱花，蔚蓝的爱琴海，萤火虫像星光一样灿烂，还有漫山遍野的热气球。你说过的，要带我去看天空之镜，因为那里可以触碰天堂。还有那些鲜花，看着它们抽枝、发芽、绽放、凋谢，就仿佛我和你一起走过了一生一样。魅影，他们都说你是我的妄想，是我的幻觉，但我知道不是的，你是真的存在的，对吗？一直以来都是你，对不对？你没有改变过，对不对？我爱你，魅影，只要是你说的，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会保护你，就像你保护我一样，所以我们才像从前一样，好不好？吴林，可以了。现在我会让你坐到魅影的位置上，你可以想象一下魅影会如何回答刚刚你提出的问题。那么你有答案了吗？是啊，我的克里斯汀，我是存在的，我是爱着你的，我没有变过，一直都是我。那你为什么要提心理医师和妄想呢？难道你也认为我是个疯子吗？不，不，克里斯汀，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爱你啊，我比任何人都要爱你啊。如果你爱我，那你为什么要看着别人呢？我就是克里斯丁啊，你在看谁呢？又在等待谁出现呢？魅影，你为什么要让我证明我才是克里斯丁呢？我们明明一起共度了这么多时光，我们明明早就已经确定了彼此。魅影，你真的是魅影吗？怎么会这样？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魅影，我的魅影去哪里了？我不想这么做的，我不想害他的。我是克里斯汀啊，我真的是克里斯汀啊。吴林，患上精神分裂甚至陷入妄想，这都是正常的病理反应，那不是你的错。做错事的人是那个恶意利用你的疾病与真心的人。利用？没错，他既然能够把李卫的歌声传给你，那一定是你身边的人。吴林，你还能想起什么吗？克里斯丁的禁言，除了导演李凡、赵一，还有两个化妆师，他们都在场。当时经理让他们作为评委一起来听一听。我知道了，
谢谢你，吴林。我。怎么了？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我一时，魅影，他们爱过我吗？这真的都是妄想和利用吗？魅影真的不存在吗？第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魅影一定是爱着你的。至于剩下的问题，吴林，那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没错，至少第二个魅影应该就在他们中间。这恐怕要等警方的调查结果了。所以，你没什么其他想说的了吗？刚刚吴林提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表情看起来不是很好。怎么了？是吴林的反应让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想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个魅影恐怕是不得不这么做的。是的。我曾经问过吴林，他想要找的魅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结果除了歌剧魅影这部小说中对歌剧院魅影本人的描述之外，吴林能够说出的标准只有爱我。换句话说，在吴林的脑海中，魅影比起一个人更像是一种信仰。他没有实体，没有可参照的物件，他永远都是完美无缺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没有任何一个现实中的人能够满足。我曾经也尝试过寻找一些看起来接近原著描写的人来测试吴林的反应，但他马上就会认出这些人并非真实的魅影，并贬低他们为赝品。可以说，在他还患病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接受并爱上任何一个现实中的人的。是的，只有成为这个虚无缥缈的魅影，才能够接近吴林。这是他唯一能够爱着他并与他相伴的方式。永远的蜷缩于荧幕之后，放弃自己的姓名、样貌，甚至是一切的一切，直到有一天被对方识破，或者变成对方脑海中的那一段妄想。值得。
有的时候，爱让一个人盲目，也让一个人变得自私。他不会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也不会再去考虑方法、手段是否合理。对于他来说，重要的只有爱这一个字。我爱你，我想让你知道这份爱意，我渴望得到你的回应。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爱一个人，大概就是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所思所想吧。会发现，从爱上那个人的那一刻开始，感性就战胜了理性。只要看着对方，就会忍不住的心跳加速，忍不住的想要微笑。眼睛会追随对方的身影，对方的喜怒就是自己的喜怒。甚至是在那些无人发觉的空闲时间里，整个人的脑海都会不受控的想到对方。你的声音是星星下面开阔的水，由丰富的雨水积聚而成，流向低地。夜晚潮湿，地面潮湿，空气洁净，树林沉默。今夜，我爱你。我想，这就是爱着一个人的感觉吧。不过，你没有发现这首诗有些熟悉吗？看起来，你对这首诗的印象真的很深刻。那你现在还觉得它适合吗？为什么？还是无法得到答案。没关系，虽然有点遗憾，但我并不着急。不过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了答案，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请进。你们都在啊？东西都在这了。局里也传过来了新的调查结果，刚好你们都在，我们一起理理吧。昨天上午11:15左右，女演员李卫在台上因急性砷中毒而倒地。好在救护车叫得及时，李卫摄入的砒霜量也很小，经过抢救，她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受害人目前还在昏迷中，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消息。之后我们便将主要的调查重点放在了现场上。是因为有人对他洗脑，让他误以为只要除掉李卫就能证明自己是真的克里斯汀。
另外，局里也调查了砒霜的来源。店长指认购买药物的的确是吴林，但当时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太正常，加上他的购买手续不够完整，所以店家将药物稀释后上报到局里。这样看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传信件给吴林指示他动手的人了。莫医师、律师小姐，怎么样，你们今天有什么收获吗？我们从吴林那里只得到了第二个魅影的大致范围，至于剩下的事，我需要看完询问结果才能做判断。明白了。说好不好，但说坏也没有多坏。你什么意思？好的一点是我已经确定了扮演魅影的两个人，但坏事是，这两个人分别是黎凡和赵一，他们都在吴林给出的第二个魅影人选的范围中。所以你的意思是，扮演魅影的两个人就是他们。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两个人谁前谁后。是的。是从他们的笔记里看出来的。当然，在应用心理学中，有一门学科就叫做笔记心理学。按照这门学科的相关观点，人在书写时的比例反映了其神经的紧张程度。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当人写到一些特殊的字时，潜意识里他会改变书写的习惯。比如黎凡的这张，在书写其他人的名字时，他写下的文字的大小和形状基本都是一致的。当他写到吴林和魅影这两个名字时，他的起笔和停笔都变得非常有力，写出来的文字也开始有棱有角。这说明在那一刻，他书写的速度慢了下来，同时比例也增强了，他开始紧张了。他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这两个名字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同理，赵一也是这样，但这样的变化在其他剧团成员的笔记里是看不到的。但照你的说法，我看其他一些人的笔记里，也有人在书写李卫这个名字时产生了异常。李卫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身边的人出事都会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有人会在名字上有所反应也是正常现象。而且我同步检查过所有人的询问录影，黎凡跟赵一在回答问题时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和心虚，他们很有可能在撒谎。既然这样，我们接下来也好，那就麻烦你们了。客气了。黎凡和赵一现在在哪？盯梢的人说他们都在道具仓库。是，有什么事吗？什么文件啊？
这样啊，啊，辛苦了。不过经理今天竟然托人来送吗？我记得以往他都是自己来的。原来如此啊。说起来，两位是……我们是经理的朋友，受他的邀请来参观剧团的。这个时间来参观剧团吗？其实我们是昨天来的，但舞台上出了那样的事，经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就叫我们来帮忙。哦，这样啊。啊，我们正在拆卸吊灯。是的，小姐，你还记得他？哦，以前的演出用的是一体化的吊灯，但今年为了方便全球巡演时携带，经理特地定制了一个组装款的。可以啊，不过尽量不要触碰它比较好。这款吊灯的棱角比较多，不注意的话容易划伤。两位看起来似乎关系还不错。哦，我和赵哥是老乡，今年巡演时又一直住在一起，关系自然就好一点。啊，这样啊。这位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黎先生，我昨天看了表演，你饰演的魅影非常出色。冒昧地问一句，你是专门钻研过这个人物吗？哎，研究也算不上，只是在演出的时候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哦，那您觉得魅影是个怎样的角色？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可爱的角色。可爱？嗯，虽然他为克里斯丁做的都是一些疯狂的事，但有句话不是说过吗？爱让人盲目，让人失去理智。魅影所做的这一切也不过是因为他爱克里斯丁，他不想失去他而已。可惜他用错了方法，无论如何伤害他人都是不应该的。但我仍然为魅影那份深沉的爱而感动，所以在表演的时候我也会有意地强化角色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力，至少……至少他的这些爱本身值得让观众记住。很有趣的想法，您的表演也很成功。谢谢你。那这位先生觉得呢？什么？您觉得魅影是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是个有点可惜的角色吧。可惜？没错，以他的能力和才智，如果能将精力放在更广的世界里，也许他可以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这样，感谢你们的回答，跟你们交谈很开心。
有缘再见。很不错，之前的一些问题我已经找到答案了。你为什么这么开心？激动？为什么？惊天大发现？那我有这个荣幸能听一听你的发现吗？是吗？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找到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关于两个魅影的身份。黎凡是第一个魅影，赵一是第二个。刚刚在交谈的时候，我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你觉得魅影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他们的回答非常有趣。黎凡认为魅影身上最大的价值是他对克里斯汀浓烈的爱，所以他想在演出中增强这方面的表达，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感知到这一点。他不希望人们记住的都是魅影的疯狂和丑陋，但赵一刚好与他相反，他关注的重点在魅影卓越的才能上。他认为魅影若是能充分利用这份才能，将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而将这两个答案映射到吴玲遇到的两个魅影身上，第一个魅影毫不吝啬地向他展示着自己的爱和深情，而第二个魅影则自认为聪明地利用起他，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你说这跟他们的答案不是很相像吗？不过我并没有发现赵一是为了什么要借吴玲的手来处理掉李卫。当然关于他们是如何得知吴玲患上了精神疾病也没有答案。那你发现了什么？钻石走私？你是想说赵一他？李卫很可能是发现了这件事，所以才招来了无妄之灾。你们已经回来了。
怎么样？确定那两个人的身份了吗？啊，刚好，我们刚刚有了一些想法。有很大可能事实确实是如此。刚刚我们从李卫的室友那里得知，一个月前的某天晚上，李卫突然神色慌张地跑进了房间，嘴里还喃喃说着钻石之类的词。虽然这之后他的室友再问起这件事时，他一直都矢口否认，但他出现异常的时间跟第二个魅影开始传信件给吴林的时间基本一致。没错，但有个问题，目前我们的想法全部都是推测，根本不足以将赵一逮捕归案，而且我们也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两个人是知道吴林的病情的。关于吴林的病情，我们可以稍后询问一下黎凡。至于另一件事，你刚刚是不是说赵一已经把那些钻石拆下来了？既然如此，那我们或许有办法让赵一露出马脚。警官，这次又是什么事啊？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向各位说一下案件情况。关于李卫被害的案子，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嫌疑人吴林已经归案，之后我们会将他移交检方。感谢这两天大家的配合。警官，真的是他杀的吗？证据确凿。怎么会这样？吴林他……戏院的限制令半小时后会解除，大家可以自由进出了。这两天辛苦各位了。喂，奥吉尔，是我。东西都带来了吗？当然，都在这了，你数数。成了，货都齐了，这顿辛苦了。别说这些屁话了，那个，拿来吧。你呀，猴急什么？又不是不给你。赵一，束手就擒吧。赵一，束手就擒吧。这怎么有条子？赵一，是你把他们招过来的吗？闭嘴，不想死的话就安静待着。没想到啊，你们竟然能找到这里来。你倒是承认得很快，怎样，不挣扎一下吗？挣扎有用吗？你们在这里堵我，不就是为了抓现行吗？所以你承认自己违法盗卖钻石，并诱导吴林毒害李卫的事实吗？盗卖钻石这事，反正你们已经看到了，我认不认也没什么区别。但要说到毒害李卫，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吴林是受了我的诱导？两位怎么不说话了？莫非是没有证据？
要是这样的话，我是有权告你们诽谤的。你，我们在搜查吴林的个人物品时，在他的笔记型电脑里找到了大量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由同一个人所写，而在一个月前，他开始透过文字把吴林洗脑。是吗？所以呢？你觉得这个人做的事是聪明还是愚蠢？怎么，答不上来吗？反正只是一个跟你没什么关联的人，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评价，应该没有这么难吧？那你觉得他是聪明还是愚蠢？我吗？我觉得他倒是很愚蠢的，毕竟他的这个计划里几乎处处都是漏洞。哪里有漏洞？首先，这位犯人以为透过电子信件就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但如今是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人类想要在网上做到干干净净，简直是天方夜谭。对他也是如此，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查到了发送信件的 IP 位置。这是他第一个愚蠢的地方。其次，他以为把吴林洗脑就能让他心甘情愿地承担一切，自己则继续逍遥快活。但他恐怕并不知道，在面对危险跟刑罚的时候，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吴林也不例外，况且他本身也是个很聪慧的人，早就已经知道了传信件的人是谁。所以我们一开始调查案件，吴林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并指出人选。这是他第二个愚蠢的地方。跟这两个愚蠢相似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过碍于时间，我就不一一说明了。但大致上来说，这名犯罪者是个既高傲又无知的愚钝之人，抓他对我们来说都有点浪费力气。胡说八道！说什么没费力气就查到了 IP 位置，那可是套了好几层城市的违法 IP。 还有吴林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别做梦了，那可是他最爱的魅影传送的信件，他是不可能会把他……赵一，你究竟是聪明还是笨啊？你们赵一，别再狡辩了，你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入侵吴林的电脑，拦截黎凡的资讯，再学着他扮作魅影把吴林洗脑，我看你才更应该成为一名演员。什么学着黎凡扮魅影？我听不懂，我压根就不知道他扮过魅影。是吗？但在黎凡的证词里你是知道的。小凡在干嘛？没什么。没什么？我刚刚都看到了，你的那封信件里又是图片又是文字的，你一边写还一边傻笑。你跟我说这是没什么，傻子才信呢。老实交代，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算是吧。你怎么这副表情？难道是恋情不顺？也不是，只是我的这场恋爱有点特殊。特殊？赵哥，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你听完千万不要说出去啊。我其实在跟吴林谈恋爱。你疯了？
你这样哪是谈恋爱啊，明明就是在陪他玩角色扮演嘛。万一哪天他病好了，不再迷恋魅影了，那你不是什么都得不到吗？你这是图什么？我什么都不图啊，我只想他快乐。那你呢？你快乐吗？我快乐啊，只要能跟他在一起我就很满足了。名字身份都是外物，既然他不能接受真实的我，那我就变成他喜欢的样子也没关系啊。只要他高兴就好，其他的我都可以不在乎。吴林的病情本就不对外公开，黎凡也是在表白被拒之后才发现这件事的。而且他自己也承认假扮魅影这件事整个剧团只告诉了你一个人。赵一，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那又能怎么样呢？下毒的人又不是我，我不过就是写了几句话传给他而已，谁让他信了呢？哦，对了，他有精神病啊，那就很正常了，毕竟他脑袋不正常嘛。一个脑袋不正常的人发疯伤害了他人，法律也管不了，不是吗？那李卫呢？他跟你有什么仇，让你这么用尽心思的要害他？仇？也没什么仇，不过就是他晚上去了不该去的地方，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而已。虽然他保证不会说出去，但人的承诺是最不可信的，所以我只能让他消失了。赵一，我现在以涉嫌诱导他人犯罪和违法走私贵重金属的罪名逮捕你。逮捕我？我说警官大人，在这种刚刚发生的命案的特殊时候，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就来交货吗？想抓我，也不想想你们有没有这种能耐。各位，为了替我那些被抓的兄弟们报仇，对面这些人一个都不要放过。哦，对了，那边那个穿白衣的跟在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她要倒霉了。律师小姐，你不用太过担心。先不说我们队长，他带进去的那几个人，个个都能打。他们肯定能安全出来的。等等，有声音。啊，好像有人过来了。不确定，你小心。可惜了，差一点就能抓到了。什么人？我们是警察，别乱动。远景，远景又能怎么样？就凭你们两个能斗得过我们这么多人吗？是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有什么目的？什么目的？自然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了。至于是谁让我们来的，我说看看周围的情况，你们现在还有心情考虑这些吗？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你们乖乖束手就擒，跟着我一起去见赵哥，我就不动你们。那如果我们说不呢？
那赵哥的原话，能抓就抓，抓不了就地解决。不行，人太多了。律师小姐，你拿好这个警棍，一会儿由我们来暂时牵制住这些人，你抓住机会赶快跑出去。看这个架势，对方埋伏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队长带的这点人根本不够。这里太危险了，你作为普通市民不能继续留在这。别担心，我们已经通知过队里了，增援一会儿就到。等等我数到一，你就往前跑，不要回头，明白吗？那就开始了，三二一，跑。睁开眼睛吧，已经没事了。莫医师，一会儿我为你打开一条路，你赶快出去，这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这里。你不跟我一起走吗？这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没办法，赵姨找来的人太多了，现有的人手根本应付不来。至少要先把你这个普通市民送出去，我们还能撑到支援过来。等等，你说现在的人手应付不来，那周围那边恐怕也好不到哪去。又见面了，律师小姐。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别紧张，我刚刚已经看到警局的车了，支援马上就到。是少爷叫我跟着你的，他担心今晚的事情有诈，所以特地嘱咐了我。没有，少爷的电话打不通。
看周围的情况，里面恐怕只会更糟。你别急，我先把你送出去，再回去找少爷。但这是少爷的命令，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先把你送到两条街外的街心公园去。我不能也不应该违抗他的话。既然这样，律师小姐，请允许我再郑重地问你一次，你现在是想要我送你出去，还是先去找少爷？你想清楚，如果没有我在警方的支援来之前，你想要跑出去是很艰难的。人命攸关的时刻，不要让你的感性压过了你的理智。即使自私一点，也没有人会怪你的，少爷也不会。好好想一想吧。你确定吗？我说过了，不要让你的感性压过了你的理。看来这次我赌对了。对你来说，我家少爷很重要吧？当然，不过并不是我一个人去找，而是我们一起。虽然我有点年纪了，但请不要小看我。而且我想，少爷如果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你，也会很开心的。是少爷。爱一个人，大概就是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所思所想吧。会发现，从爱上那个人的那一刻开始，感性就战胜了理性。只要看着对方，就会忍不住的心跳加速，忍不住的想要微笑。眼睛会追随对方的身影，对方的喜怒就是自己的喜怒。甚至是在那些无人发觉的空闲时间里，整个人的脑海都会不受控地想到对方。是你，少爷，蹲下！
干得不错，奥吉尔。少爷，这种时候就不用逞强了。我教你的截腿踹还不错用吧？只是流了一点血而已，没什么大碍，不用担心。为我而哭吗？别怕，我没事，我还在这里。不哭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觉得刚刚你的情绪有点失控了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遇到危险会让你这么失控呢？什么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还是不明白。但我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之前我问过你吧，你会不会爱上一个人？但你说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你又问我，怎么样才算是爱上了一个人？我当时的答案，你还记得吗？这样的一个人，不要回避我的问题，问问你的心，那里有没有答案？我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要你心里的那个答案。发现从爱上那个人的那一刻开始，感性就战胜了理性，眼睛会追随对方的身影，对方的喜怒就是自己的喜怒。
要说。后面的那句话不能在这么糟糕的情境下说出来，也不能由你先说出来。给我一点时间，我会以一个更完美的面貌来回应你的心意。好好期待一下吧，我的蔷薇。奥吉尔，为什么没按我说的做？少爷，这是那位小姐自己的选择。我并不想让她看到如此狼狈的一面。原本，她只需要在街心花园等着我，跟我一起分享劫后余生的喜悦就好。但现在，你却让她哭了。那少爷您呢？您为什么改变了行动的方向？按照原计划，你应该从另一条路去街心公园的吧？少爷，您是在害怕吧？赵姨带来的同伙数量超出了您跟那位警官之前的预想，一切脱离了您的掌控，所以您才会改变原定的路线，直接去找他。爱情让人失去理智，少爷，您跟他是一样的。少爷，其实您根本不需要生气。事实证明，结果还是如您所希望的那样，不是吗？你说的没错，过程手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最想要的结果我已经得到了。这一路走来，虽然漫长了一些，但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让我觉得无比的愉悦与满足。我很高兴遇见了你，也很高兴你最终爱上了我。眼前的故事应该落幕了，但未来还有很长呢，对吗？